是跟昨天，我下午就两点四十分，下班。一个就是所有的三年，农历春节有一个重大的检验的日子，就在这个日子当中，我会分成大部分，有的就先搬住永久屋，所以今天有六百个一户在。寄给董雪屋，就是三年前的店，获得了十个执照。那么今天之前大概有500户，它总的能量是628户，已经不完，连废污水的处理，所有水电的供应，来自于住宅的安排全部完。那希望住进永久屋的。如果还没有住进永久屋，就住在中继屋或者是主屋，那么有一部分还住在平区或者中继之家，那么也有一小部分现在已经回到三台，但都不会留离。就像刚才那个律师长讲到说，就有的比较不懂事的话，他当然就会随时表达说还有住在大平啊。那么老实说，这些律师长都。还是跟他要求住身份啊，那么这是我们一定要做到，让人家找不出还有失落的地方，这才是我们做事的决心。大体上啊，我们在农历春节前先做到以上，那很多的工作面非常广，所以直到昨天晚上。之前这两天多的时间，他还特别清单，我们国军还派了4000多人驻防，等于在60多个小时以内，协助他们把最终所收回的农作物、除草端呢，全部都不收了。那之前他们有10几天，每天都有3000多位职工，里面有一些工程师、这个医师、律师、会计，退休的老师校长，再来就。即便是如此，他到最终的阶段还需要4000多人人事的这个国军呢来参与这个工作，可见的这样的工作是相当困难。所以我们总统答应，社会跟答应在7月31号之前要完成这些永久屋的新建工程，说我必须留一个月，也就是说在6月30号之前。要成为所有日子，所有每一个永久先建的最后的这个第一日啊，也就是我要预留一个月来做检核、做收尾、来做一些工作，这才能够使得这个工作不会到啊，不会到啊。所以6月30号以后，6月、5月、4月，4个月的工作量，这是10万重要的事，所以要拜托，我们一定要在台湾。那。另外一个，我们为什么采取比较温和的方式？有些三年他不一定能深刻了解政府跟社会，希望给他们提供一个安全、方便的永久屋，安身立命之处。有些觉得他还是要住在山下，那么我们去做鉴定的工作，大概好几个村落还遇到一些困难，甚至于不让我们鉴定的学者、教授。人民会的工作人员进去，那几经商量跟沟通，说进去是做鉴定的工作，并不是要你们一定得要先签下来不可，这样才获得他们同意进去做鉴定。那我觉得我们尊重他们的选择，他们觉得大体上认为他安全啊，也可以住平地区住，那么认为说不安全，他愿意下山来住永久屋，我们尊重他们。那我们。采取一个比较王道的，就是温和的、中庸的方式，也就是我们一方面把永久屋盖好了，让他们亲自来看看，你愿意住到这个永久屋来，是比在山上要面对将来可能更多的土石流或者台风，好大好雨、超大好雨、天灾的这个事，他不住就不到，可以安身。有了一个新建在那里完工居住的很好的园区给大家看，就会增加他们的信心跟安心，
那一旦还没有搬进来之前，想必到有这个气候方面台风的情报，那就要开始做疏泄的工作。另一方面就是县政府跟乡镇工作，还有相关的单位，大家通力在配合。